Hello， 大家好，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枪炮玫瑰。那今天的话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新的一期《我上我也行》啊。这一期的话呢，这个主角啊是一个新版本刚改版的卢锡安。那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其实也是最近的话投稿的玩家也是很多，但是之前的话是相当一部分玩家投过来的都是老版本。那最近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多投放一些新版本的素材啊，然后。还是老要求啊，打的要么有特点一点，要么精彩一点。之前也是有看到几个，其实有两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一个是剑圣，还有一个是这个让我想想维克托。但是比较可惜的是，那两场声音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整场一直在爆炸啊，所以这个就是完全静音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那个声音确实是就噪音特别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录制的时候啊，就是尽可能的你可以开一点音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时候电脑要保证安全一些啊。这里的话呢也是路人局最常见的啊，就是有这个机器人在的一边肯定会主动进行一波蹲人，那么如果你对面对这个机器人没有什么防范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刚才的这样的问题，就是事先没有做开视野，机器人成功的阴到你们家以后，你还在这个附近晃悠，这个艾希是作死，自作孽不可活。好，那这一场的话呢，也是说到这个卢锡安这个英雄啊，我这里是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在这个版本卢锡安的改动可能只有大招了，但是其他的技能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并不像男枪啊、皮城啊这种改动特别大。那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啊，卢锡安为什么这个版本还是比较强，因为我的上分计划也是会为大家更新卢锡安，不用担心，我会就是把我的这个套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那卢锡安这个版本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西兰刀的改动，让卢锡安可以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攻击力的同时，天然的送给了你这样一个急需要甩技能的 ADC 一个30%的减 CD 啊，就一把西兰刀配合随便一件装备就有30%的 CD。与此同时的话呢，也是这个配合上一定的暴击几率啊，这个暴击能够回蓝，因为卢锡安也是一个蓝耗非常大的英雄啊。刚才可以注意到这盘的话，机器人前期发挥的非常不错，虽然我们这位少年这个补兵的基本功差了那么点啊，但是在线上是非常好战的。你看这个机器人故意放一个歪钩来这个震慑一下对方这个艾希啊，你别乱跑，你最好别补刀，我随时可以勾你，是这样子的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总之刚才的话呢，艾希在丢了 FB 之后本来上线就晚，而且在上线之后也是借着卢锡安这边等级的优势啊，成功的是将这个曙光女神再次击杀，导致现在线上的话呢是卢锡安这边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你看这边机器人也是超级的激进啊，卢锡安这边也是升到三级之后啊，直接是带着 E 技能上去，加上 W 打出了两个被动。那他刚才其实有一波小失误啊，就是 E 过去的之后啊，在点被动的同时再按 Q 技能，这样的话是能够再多赚一个被动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也是要看到这场视频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上我也行，这个视频的话，其实对玩家的个人水平，我没有说一定要是大神，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一场比赛的话，你得给我点说法。你像要么就是你这场杀人杀的非常的多。但是前提对方不要是那种肉靶子，因为我拿到几场什么27杀、28杀的一个，但是我发现对面是完完全全的就肉靶子，那这种的话可能会比较就是观赏性稍微差了一些。好，这一波的话可以注意到，在曙光女神回家之后，很明显两边的状态有一定的差距。那这一波的话也是对面要强上啊，艾希也是配合曙光的一个虚弱，加上 EQ 二连，成功的是收掉了卢锡安的人头。那这一波其实是自己有点浪，而且刚才他没有忍心，就是没有舍得去交一下这个闪现啊。其实，在刚才那个时间啊，如果发现对方虚弱套上以后，真的想跟你打，在曙光 E 到你的一瞬间，你往后闪现的话，他会落到你闪现前的位置，并不能够 Q 到你。如果刚才卢锡安闪现的话，就会捡一条命。好，那上路这边的话呢，也是选到了最新版本的这个俄罗伊啊。我是之前刚做了一部俄罗伊视频，被喷哭了。其实还好，因为我出那部视频之前我就想过了，就是这部视频肯定就是碰到喷子会被一顿喷，因为那场数据你说好不好？不好，因为我之前我视频我也是给自己可以说是做一个铺垫吧。总之就是我跟大家是当时也说过。我这部视频确确实实把俄罗伊的这个后期团战的强势以及对线期凶的地方，包括他弱的地方，我都体现出来。你看，真的，我被蒙多杀的那一波，就这个英雄一旦去保护那个触手失败，你技能 CD 状态的时候，你没有逃生技能啊，只会被对方追着打。这是俄罗伊比较差劲的地方，就这个英雄的变态之处在他伤害高，
那咱们这场的话还是不聊俄罗伊啊，多聊聊卢锡安。我们看到他回家的话呢，是做到了一把蝙蝠大剑啊。在这个版本的话呢，其实说是最正确的一个出装的方法，就是先做这个蝙蝠大剑，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去转这个，就是减十 CD 的那个战锤啊。那个战锤的话呢，是攻击力有点太低了，只加25点攻击力，所以说前期啊、还不如有钱的话先出，因为1200块钱就买那个小锤，1300就是蝙蝠大剑。就是还是优先选择，除非你钱不够的情况下啊，就优先选择蝙蝠大剑，然后再买小锤，最后的最后再去考虑买那个暴击斗篷啊，因为那个暴击斗篷的这个受益实在是太低了。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艾希在击杀了一次卢锡安之后，下路依旧是卢锡安的一个优势啊，毕竟有三个人头。刚才那一波，红四方也是丧心病狂，本来是必回家的，但是被机器人强行开战以后，越塔还是多死了一次啊。好，这边机器人又是一勾，漂亮，那配合卢锡安的技能，还是比较伤害比较足的。最后一个 Q 打出来，闪现过去，给出被动的攻击，还是成功的收掉了这个艾希。不过这波盲僧的支援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这一波的话，剑圣也是跟了过来，所以这个盲僧有点危险。剑圣也不敢越塔，这波机器人又是一勾，漂亮。那这一勾加上一个 E 技能，是打出了盲僧的闪现，还是把盲僧给锤飞了起来。最终卢锡安是成功的收到了这个人头，哇，7分钟拿了5个人头啊，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最关键是这些人头里面还有一个是 First Blood。那么现在卢锡安这个钱数回家，刚好是能买一双鞋，再加上一个战锤。那个战锤我忘了叫什么了，新装备的好多名字都记不太清楚。总之我光记着一个。什么多米尼克领主的问候啊，这个是我记住的比较清楚，因为它特别的长。哦，你不买鞋吗兄弟？打我脸啊，他撤销了，还是需要一双鞋的，真的。耐克啊，不我为什么耐克做广告，阿迪王拥有它你就会变强。对啊，是这样的，好像阿迪王这个梗已经很久没有人用啊，现在用什么主要看气质啊。你看这卢锡安这个长相，一把火烧过去他就变成火男了，这个梗相信大家有些人已经看过那个图片。卢锡安和火男的角度和眼神，包括鼻子、鼻梁高度、脸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里的话，这眼睛是送钱吧？现在眼睛多少钱来着？15块吧，10块钱，道具眼。那这波的话，艾希是兵线送到塔下，这里最好 Q 一下。好的，这波 Q 是非常赚的，但是他稍微慢了一点。哎，这里卢锡安升到了6级啊！卢锡安在这个版本改动大招就是太强势。那么在削弱一次之后啊，只要在装备好的情况，你看他现在这个装备就是全中了之后还是能够打出非常高额的伤害。这个刚才的那个伤害如果放在上一个版本的话，这个艾希刚才中那么子弹已经死掉了。好，那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大招就把艾希是白白给打回家。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下路卢锡安依旧是一个难以被控制的优势，但是反观一下整个比分的话呢，其他路现在混得一般般。好，这里盲僧在打蓝 buff， 要被抓到，看一下盲僧这边会不会摸眼啊？还贪恋一个小怪，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盲僧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机器人已经过来的情况下，一个机器人能够理直气壮的过来跟一个打野去刚正面，那肯定是对方的 ADC 在附近。那这波的话他自己作死，这里是打出了这个曙光的一个闪现之后，艾希从后面给赶了过来啊，配合这个提莫。不过还好在关键时刻啊，在对方所有技能交出来杀了卢锡安的时候，拉克斯给支援到了啊。拉克斯这一波的话呢，能够成功的收割一个人头啊。刚才是先杀掉了对方的曙光，然后这里也是杀掉了提莫。不过艾希这边的话呢，还在强追这个拉克斯，一物降一物啊，这个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本来这个拉克斯可以注意到血量已经很低了，但是关键是个剑圣的支援又让这一幕发生了改变，最终的话死的人是这个艾希。好，那这波打完人头比是11-8，卢锡安这边也是已经收到了6个人头，加上2个助攻啊，全场的话呢也是非常有钱。可以看到对面其实买到了一把这个 BF 大剑的时候啊，卢锡安这里已经是出到了自己的这个夺萃之镰。这个版本的西兰刀是真的非常的强啊，特别适合的一个就是卢锡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EZ， 这两个点的话呢配合上了这个夺萃之镰，收益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 EZ 我好像做一个测试啊，就是你 Q 技能 Q 出的暴击是不会算进，就是他现在把 Q 技能的暴击好像是不作为暴击的这个输出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很多的技能本来是可以触发暴击效果，因为现在的版本大家可以注意到啊，暴击以后的伤害啊，就是刚才大家所看到的那个伤害，就是有一个小的爆炸图案，
好，这里卢谦又是一波非常恐怖的大招，但是被曙光女神大招给打断了，不过有惊无险，就是声东击西啊，这波反向是直接是选择去击杀艾希。那这里的话顶塔的人是卢谦，有点鲁莽，但是还好啊，血量够多。好，那大家刚才跟他说了是暴击的伤害了，但是现在船长我没试过啊，主要是因为船长现在 Q 也不能 Q 人用了，不疼了，不像以前。主要是 EZ 的 Q 你在 Q 出了一个暴击伤害之后，它附那个显示的是一个红色字体的一个高额伤害，就是他可能说是把技能暴击和普攻暴击给分开了，所以说这种暴击的话呢是并不能够在这个版本是成功的给它算作普通攻击，也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现在的 EZ Q 技能没法叠羊刀，然后呢这个 Q 技能也没法让这个夺萃之镰去给自己进行一个回蓝，所以这个版本的话呢就是 EZ 的 Q 技能不能够回蓝，也不能够吃到那个最后一个暴击回血的天赋啊，所以说相对之下这个夺萃之镰的收益最高者啊，在下路的 ADC 中间啊就是这个卢仙了。好，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现在蓝色方啊对小龙是有想法啊，下路这边的话机器人的血量还是非常厚，直接刚正面啊，这一勾没勾到啊，如果这周勾到的话，卢仙这边的话呢肯定是一上来打一套的，艾希现在这样的一个装备是完全不具备这跟卢仙去刚正面的，装备差的太多。卢仙这边的话呢也是，哎，这边拉克斯过来支援，看一下这个 Q 技能没打到，艾希也是被逼出了一个闪现。那曙光这里的话呢也是这一波打的比较及时，配合提莫对方也是很果断，在曙光大招上来的同时艾希马上补了大招，不过这波剑圣一个人想去收割有那么点难啊，毕竟对方这么多人，然后拉克斯也是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并没有能够杀到人，最终的话呢也是这一波比较惨，他是被打了一个零换四。现在的话呢其实整体上面来说的话，整个局势蓝色方现在还是不错的。哎，送人头这个曙光啊，对方都是残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去选择了一波越塔啊，非常的不理智。那最终的代价就是死掉了两个人才成功的杀掉了拉克斯，那这一波的话呢也是拉克斯算是赚到了。好，卢仙这盘的话出装也是非常的聪明啊，回家之后因为出了夺萃之镰之后你必须要额外的去堆暴击才能让这个装备的属性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回家之后最理想的装备就是先出一个小黄叉，不管你出电刀还是出三项还是出绿叉等等等等，你想出啥出啥，但是前提别忘了就是一定要先买黄叉，就这个版本即使是 EZ 啊，你三项再出了这个之后都别先出耀光了，先出黄叉，这一个黄叉就相当于又多了20%的减 CD 啊，就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收益是最高的，效果很好啊。然后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套路就是出这三件装备之后，就是两件啊，一个西兰刀，然后任何一件攻速装电刀三项或者绿叉之后再出补一个 CD 鞋，又加了召唤师技能的 CD， 然后还又刚刚好好能堆满40%，就是能让很多的英雄在双神装的时候就有40% CD 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地方，尤其像卢仙这种甩技能的。你看这边提莫又是一个人非常勇的跟了过来，那这里的话呢也是直接要被收掉，这波主要是机器人啊成功的是帮艾这个卢仙是打下了艾希的大招，那么对方的话呢也是将矛头指向了被晕的机器人，那最终的话呢代价就是自己死了一个提莫，一个辅助换到一个中单啊，其实这波是不亏的。好，这边的话也是看一下，现在是比赛进行到15分钟之后啊，算是一个中期的小规模团战时间啊。好，这边上路先开打，艾希是没有大招的，剑圣这边也是跟过来配合一下，这个卢仙要进行一波收割，这波卢仙虽然自己一个人冲上去啊非常的勇敢，交了双招卖了自己，但是结果就是队友还是能够成功的击杀掉到对面相当多的一个单位，这会儿除了上路两个人在外面，但是下路这边是打了一个二换三。那么刚才这波我就想说了，卢仙在一个操作上面的小失误啊，就是他们没有必要刚才在那种情况下先往上E，他可以先在手里留一手E往前走，用 W 去贴，然后用 Q 技能去输出曙光，是那个放大的一瞬间溢出曙光的这个中心范围，这样子的话他这盘刚才那波他是不会死掉的。好，这边卢仙回家是没有补到 CD 鞋，而是买到了一个攻速鞋啊，其实我个人推荐卢仙这个点的话，你要是没出减 CD 的装备啊，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CD 鞋，但是除了 CD 鞋之后的话呢，就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流派是出三项的啊，三项自己在10% CD， 然后配合让这个西兰刀的30%就够40%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去不要做减 CD 鞋了，攻速鞋最佳输出，然后甚至说是现在这种 AD 横行的年代啊，都是一些什么潘森啊贾克斯啊
这种时候的话呢，一个 ADC 啊，选择一个护甲鞋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个版本就是没有把 ADC 跟攻速鞋是死死的绑定，只是说攻速鞋能够让 ADC 的平 A 变得更快一些。但是有时候肉才是最好的输出啊，你只有站得住，你才有机会打出更多的输出。所以在对阵像剑圣、蛮王这种的时候，可以考虑去出一个这个版本的护甲鞋，能够让你极大限度的生存下去。来看这波提莫一个人又再次作死，放个蘑菇，人并卵。好，这里的话呢也是下路由于没有兵线啊，所以说卢锡安跟机器人两人选择了一波长途跋涉的进行一波游走，游了中不够啊，还要再往上路游。但是路途中发现了一个机器人，那果断哎不是发现一个盲僧，那果断是拿这个盲僧开刀。你看机器人那么高的一个伤害啊，这个盲僧也是遭不住。然后上路这里的话，妖姬是非常有钱。哎，这边你还兄弟你在干什么？好，这里还是找到了这个真的妖姬之后啊，一个 W 逼出妖姬的闪现。刚才其实卢锡安可以早一点把大招关掉的，这样子先打出两发被动，那两发被动直接可以打出妖姬的闪现，然后打出妖姬的被动，然后就可以有机会去收割掉这个妖姬了。啊，剑圣这一波闪现过来啊，这个妖姬也是走投无路，因为他已经用了所有的技能。这个冬天就是有点冷，然后开着空调在解说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出现一点倦意。好，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的话，卢锡安显然他在录视频的时候没有开这个传说中的数据面板，我们不能够看到他的 CD， 但是一般像现在这个版本很少有人去带到这个什么来着剪 CD 的符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应该是30%。来看一下卢锡安下剑装备是怎么选择，电刀还是一个最常规的流派，因为电刀能够给到卢锡安比较强大的清兵能力。哦，撤销掉换了绿叉，他发现电刀买完之后我好像买不了别的东西，完了买了绿叉之后我还能再买一把攻速短剑。其实绿叉的话呢，主要它是防的是刺客型的英雄多一些，因为这一场的话呢，绿叉最有效的也就是妖姬这个人了，而且前提是保证你的上一发平 A 是 A 在这个妖姬身上，你才能够跟他建立这个绿叉的一个 buff， 就是减少12%你所受到他的伤害。但是你一旦 A 到别人，这个伤害这个 buff 就会 debuff 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你 A 的谁他就转谁。好的，现在的话呢，比赛是进行到了18分钟啊，也算是一个中期啊，差不多进入到了中期，所以说双方都进行了一波抱团，而且刚才借着下路的一波强势游走啊，直接艾希是丧心病狂的配合这个轮子妈啊，不是那个曙光是直接推了两个塔，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罗罗伊就直接来了一波空大，那这波打完的话也是对方的状态一般般，最终还是被机器人配合卢锡安两个人是进行了一波小的收割。剑圣赶过来为时已晚，并没有吃到肉，但这一波的话可以把这个残血的中塔推掉。曙光女人不想放塔，然而你没有队友啊兄弟，你这个E过来能怎么样啊？还杀了一个剑圣，这塔真没推掉，赶紧点掉呀兄弟。卢锡安这里也是小心的不要不要的。就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刚才也是没有想到提莫早早的已经心机婊的在这个位置种下了一个蘑菇，关键时刻这个蘑菇也是直接把这个卢锡安给炸死。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卢锡安在装备的选择上面还是想等复活之后再买一把 BF 大剑，毕竟觉得可能说 BF 大剑是能够最高提升输出的，这会儿如果再出黄叉就是往攻速和暴击上转的话反倒效果一般。来看这一波俄罗伊强势的去追妖姬，但是我觉得一个俄罗伊很难是能够成功的把人追死的，他没有队友在，他一个人追人是特别难的。你把魂拉过来你不打吧，人家不离你远点不走，你打吧人家就往远的走，就即使是被那个减速啊，你把那个魂打爆了，但是他被减速之后他就已经离你非常远了，你就没有机会去杀他了。哎，来看这一波，这个艾希是有点有意思啊，他直接闪现闪到卢锡安脸上，
其实不难理解他的想法，他想跟卢仙兑换，然后发现卢仙在开大招的时候，哎，这货好像在开大招的时候不能转方向，我干脆闪到他侧面，但是由于自己的血量实在是太低了，刚才那波是自己算是浪费了一个闪现。好，那现在这会儿的话呢，又是第二条小龙的一个时间，我们看蓝色方还是想去把小龙去很好的控制一下。那这一会儿的话呢，也是卢仙回家之后啊，补到了蝙蝠大剑之后，又买到了这个小电刀、小电刃，这个都不能算电刀了，出电刀抬举他了。这个装备的话呢，也是用来去和电刀和七速火炮要用到的，是一个对线期还不错的装备。但是目前这个其他的小件的以及大件的这个价钱的节奏啊，基本上也轮不到这个装备去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好，这里肯定是机器人在那边等勾。直接勾到了曙光，这个时候其实卢仙的装备也是很好的，勾谁打谁就不错。好，成功的收掉了对方的曙光女神之后啊，卢仙这边也是拿到了15个人头，五个助攻，5个死亡啊，但是即便他的这个战绩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人头只差了3个，就可想而知其他路混的并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卢仙这边也是选择开大招来把对方赶跑，从而是想自己去拿下这个塔。剑圣也是一个人 solo 掉了小龙。好，现在的话呢，卢仙也是打到了一定的钱，准备选择回家。这一波回家是要卖多少支剑的吧？应该。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话呢，妖姬在疯狂的拆塔，下路二塔已经告破，那这会儿上路在22分钟也是已经被打通关。妖姬的话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法器拆塔，就是你法强越高，你对塔的额外伤害就越高，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到了后期啊法师拆塔非常舒服的一个点，攻击是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时间是23分钟啊，卢仙这波回家是并不舍得卖掉自己的这个多兰之剑，觉得他还能够再发挥一些功效。毕竟我们细细看一下，卢仙现在身上的装备是没有一个吸血的装备的，所以这一把多兰之剑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会儿能够给他提供非常足够的一个血量上面回复。当然你别指望太多，总之是能用。好，现在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到两边还在一些拉锯战，然后提莫这里是配合曙光去收这个企图一直带线的剑圣。现在这会儿就是一个典型的路人节奏，想打团的打团，想去阴人的阴人，想带线的带线啊。但是我在这里的话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比赛当中啊，还是能够就是在尤其是路人局里面最好能够跟队友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有的队友还是虽然说你看他一整场不说话，你去跟他聊聊天啊，心平气和的，他还是蛮会听的。比如说这会儿我们去打下小龙吧，这会儿不要乱推。哎，来看这波拉克斯是被抓了，盲僧大老远，这是真瞎吗？那么远的踢了一个 Q 过来，这里是杀了拉克斯，代价就是被卢仙打了一个满大。这个卢仙也是闪现躲到一个安全距离，再一回来打一套，但是这里有曙光呀，是曙光的伤害是非常高的，配合盲僧加上曙光的被动啊，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卢仙给治掉了。然后这个好基友表示，兄弟死了我也不能苟活着，我选择苟带，最终也是辅助之间的战争。曙光女神是收掉了机器人的人头。好，那现在两边的人头比还是咬得非常的死啊，33比34啊，在短短的24分钟已经打到了70个人头啊，就是这种局在路人局里面是很舒服的，就是打完这场尤其是赢了的话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全程不单调，一直在拼团战，然后或者说是一小规模的爆发这个战斗，然后呢大家都有钱，因为这种局经常你换我我换你啊，各种人头加助攻的钱，装备都起得快啊，都想出到自己想出的装备啊，最终的话如果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遗憾，但是还会很酣畅。就是最累的局就是那种怎么说，人头又少，然后半天打不起来，这边打那边怂，这边上那边退啊，就是路人局打得跟比赛一样，然后最终赢了或者输了会打得很憋，就是而那种局打完是非常累，
就会觉得心累啊，不愿意再开下一场，最起码要休息一下。好，这会儿很显然两边就是队友之间在还在交流，去抓一波中路。那这波的话，成功的抓掉了提莫之后，卢锡安也是毫不吝啬的开出大招。就这个时候的话呢，卢锡安大招可以随便多用一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的话呢是30%都在捡 CD， 没有到40%，但是已经够用了。你看这边卢锡安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他这种出装啊，也是弊端就是太脆了。他比起一部分卢锡安，就是不出三项的话，就是感觉少点生命值啊。这个版本三项的效果还真的不错。好，来看这一波，盲僧又是反手踢回来，艾希也赶了过来。这波卢锡安也是先自己往后站，收曙光，拿掉曙光弹头，来看 E 过来打一下兄弟。他慢了太多了，刚才这个小操作没做好。就如果刚才这个小操作做好的话，是有机会直接将这个艾希也给带走的吧？其实打艾希的话，真的看人品，因为艾希有暴击，就是有无尽之刃。万一艾希暴击了，你没办法。但是卢锡安刚才的这一身装备啊，带上幻影舞者的装备，是真的，如果曙光早一秒死，他跟艾希对打又引血剑，还指不定谁杀谁呢。反倒艾希这边，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做到电刀。为什么？因为幻影舞者你可以在六神装之后把电刀换成幻影舞者，不过在之前的话有电刀在，他的 W 技能配合电刀还是能够很好的进行一波推线的。好，来看一下现在这一波，这一波的话呢也是刚才的等于说是一波溃败，艾希拿到了一个三杀，给到了对方一些机会，但是还好就是刚才对方的人也是非常的不全，他们也是只能选择推进一波中路而没有机会去打大龙，因为刚才如果大龙被对方拿了的话，就是局势就真的很不乐观了。毕竟卢锡安家里面这边的队友普遍还是穷一些。哎，这个大招开得非常不错，是直接将妖姬的被动给打了出来啊！那这一波的话，妖姬没有被动，而且艾希状态也不满，是一波好机会啊！卢锡安的大招这会儿就这么用，而且卢锡安的大招在16级之后是比之前要厉害一些的，就是官方特地提醒了一下，就是过渡期的大招在数值上是进行一定的削弱，但是在满级之后的大招反倒是比之前稍微多一些。其实我觉得卢锡安的大招不在于多少，最好还是能够把 CD 时间调短一些。来看这波团，卢锡安先是闪到安全地带，然后不是闪的E过去的，然后各种输出，但是自己这边队友死的有点快。好，盲僧这边是跟卢锡安单挑，治疗交出来，躲了盲僧一个 Q， 这不打吗？越等越要死啊！E过来，吸点小兵的血，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其实刚才的话，他一直跟盲僧站撸就可以了，留着一个 E， 就是你感觉他快 Q 你的时候，随便往哪一个方向 E， 如果这个 Q 躲到他必死，如果没躲到的话，那就看你们谁运气好了，我觉得。那可惜的就是这一波啊，又被打了一波团灭之后啊，人头已经开始落后。虽然说是拿了两条小龙啊，但是这波 S 之后是上路直接告破，对方也是抓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路人局真的是瞬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你看，现在对面是有点可能去打这个大龙，这个时间破了对方一路啊。但是刚才能看到的就是此方的整个的一个状态比较差，所以说他们没有选择打大龙，是偷一下野怪。结果盲僧是为了偷野怪，结果把自己给偷进去了。讲道理吧，有些野怪还是使不得的，就是尤其是你看对方马上就复活了，你屁颠屁颠的去打人家红或者打人家蓝。现在这个版本还有一个6000码的那个蓝色眼睛嘛，只要照到你，好了，你家都回不去。好，那也是抓到了一个盲僧之后啊，就是蓝色方在破路之后，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节奏，对方在打完路线之后不及时的去回家，结果浪一波啊，妖姬出现在了下路，这整个的这个节奏就是把大龙拱手相送。那本来其实看到刚才那一会儿的话呢，这一场蓝色方已经不是很乐观了，妖姬这么有钱，一个妖姬肥起来，卢锡安拿他是没什么办法的，而且卢锡安现在这个装备，妖姬是两个 W 就坐死两屁股啊，最多续个 Q 就不用放E技能就作死了，所以刚才这一波的大龙真的是救命稻草啊，也是可能就扭转乾坤的一个大龙。这其实有些局啊，就看阵容的，有些局你先推到对方一路，然后被对方拿着大龙，还不如不推这一路呢。
因为有时候对方一拿大龙直接强逼你其他路，有些阵容大龙团逼起来有点无敌的，所以说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破了路之后啊，千万不要像刚才他们一样啊去打野，除非说你算好时间啊，或者说兵线对方其他路特别差。那这波团战的话，卢先生没有赶上啊，等他过来之后的话是一个残局，不过毕竟有大龙 buff， 整个伤害还是会高一些。好，这边的话呢，直接艾希是拿了一个双杀，不过我们这整个蓝色方是打了一个二换三啊，剑圣跟机器人换掉了对方的曙光艾希和这个提莫。其实提莫有时候也挺烦的，你像这盘的提莫 ，Q 一下这个卢仙，卢仙就没什么输出了。那这个俄洛伊看样子是玩的很一般，从刚才的空大啊，包括一些就是细节，他可能都没有怎么注意到。好，这一波也是蓝色方在拿到自己的这个第三只小龙。那卢仙现在的这个装备啊，配合上小龙，那是真的非常的优秀。因为第三只小龙的5%移动速度啊，这个技能是越往后期它的性价比才会越体现的高。然而也是借着外面的这一波打完之后，可以看到由于上路的兵线堵掉了其他路的兵线，所以整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门牙被拆了一个，中塔也被骚扰了非常多的血。这里又看到提莫，使不得啊，现在的提莫肯定是满世界放蘑菇，然后想办法去阴一下你们。那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注意到，尤其是卢锡安自己一定要小心。这一场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卢锡安，我简单评测一下。哎，这波拉得好，闪现拉到了这个提莫，把提莫是打成了这个幽灵状态，成功的击杀。他的优势在于敢打，然后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跟辅助技能配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但劣势就是 E 技能用的时机太不太好了，就有的时候太随便的就把 E 交出来，然后大招放的一般，再就是有一个硬功夫，就是你的补刀，这位少年的补刀功力是差了那么一些。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话呢，也是成功的越塔，因为先杀了提莫，所以说对方是少了一个很烦人的点，配合队友的话呢，在对方的二塔之后还是成功的又收掉了对方两个人啊，以一个俄罗伊的这个代价换到对方的妖姬和曙光。现在这会儿对方是个车轮战啊，就每次都少人。哎，这边看到艾希被虚弱，卢仙里边立马就跟上去，然后有别人顶塔。好吧，这个盲僧还在骗自己，都这个时间了还在骗自己，最终的话呢还是逃不开这个被击杀的命运。好，剑圣这会儿也是上路兵营复活之后，一个人把上路的二塔也带掉。那这现在的话人头又打回来了，那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刚才这个大龙 buff 是非常值的，现在又具备了一个正常啊干一波的这样一个能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卢锡安的这个装备。其实这一盘的话他不需要做繁星，相比之下的话多米尼克领主的问候会更好一些。他自己浑身没有什么加生命值的装备啊，这个装备一出除了打一些脆皮法师像这盘的妖姬，但是其他人的话像这种曙光呀什么的直接都能附带额外15的伤害。然而卢锡安其实是一个出死亡之舞性价比一般的人，当然我是非常喜欢那一件装备，倒是真的他被打有12%的流血，就是缓降血的效果，然后还有20%的物理吸血，不光是攻击了，就这个装备我觉得适合很多那种纯物理的英雄，回头的话我也是会跟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一下。总之就是大家还是期待一下我的上分计划。好，那这里的话呢又是开了一波团战，这波团战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打得一般般吧，最终还是收掉了盲僧，那是死了对方一个前排之后继续啊。卢仙这波 E 还是非常的关键，一个闪现脱离危险区域，拉克斯这个大招、啊、成就了队友，最终成功的是将对方
打了一波一换三啊，剑圣虽然死掉，但是其他人的话还是都活着。好，那这里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飞八教练的一个，就是老师和那个学生一v一的一个撸啊撸的讲课的模式啊。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个卢锡安的话可以考虑去上上课看一下，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细腻的和完整的课程。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想去提高，是真的可以提高的，不是什么找个小姑娘。陪你玩两盘啊，或者你听听声音怎么的，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公司啊，并不是小作坊，所以说我也是强烈推荐。那同时的话呢 ，HyperX 的这个外设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这个牌子不是特别响，但是金士顿你总知道吧 ？HyperX 的话，金士顿的内存条的这个口碑以及质量就不用多说了。那作为金士顿旗下的品牌 ，HyperX 的话也相信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满意的一个胶卷。我自己的话现在就一直在用这个 HyperX 耳机啊，还是非常好用的。好，那看到这一波的话呢，也是中路这边啊，直接是被蓝色方反推，那蓝色方人头也是上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盘卢锡安整场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满分十分的话，我可以给到他7分到7.5分，就前期补兵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啊，但是还好，就中期的时候他打团战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就在团战期间，就是有一个小毛病，你优势团战你E上去打是没问题的，你还没确定这波团是不是优势啊，他就有时候就直接先放E技能去起手了，即便是 CD 时间减满，也这个E技能也不要说用就用。来看一下这一波，艾希被套虚弱，剑圣直接强跟，能不能换掉？被盲僧踢了一脚，那还好，这波盲僧是没有去选择飞过来踢卢锡安。好，剑圣IG打了个一换一啊，这边俄罗伊是拉了一个镜像啊，那这波的话，卢锡安是全部输出打在镜像上面，不过还好，是把这个盲僧给杀掉了。那这边的话，提莫也是被带走，这样子一下打完，对方是少了没很多的战斗力啊，而最关键的前排倒下之后啊，后排也就只剩下挂掉了。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话呢，也是大家看完这场卢锡安，不知道觉得怎么样？肯定你觉得比他厉害，那请你直接将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录像啊，点击，大家可以注意到屏幕左边有这个暂停按钮啊，就是用这个去英雄时刻制作录像来投稿，发到我的邮箱里面。那很有可能下一期的我上卫星就是你哦，你就是这个主角，但是你要做好这个被各种评论的准备。好了，大家再见。